泫雅亲笔信流出，泣诉前东家，我究竟犯了什么死罪？手写三页揭穿所有血泪史。前几天才跟大方承认的男友一同晒出恩爱出游照的泫雅。原文：谁搞你经纪公司？泫雅日本大胆放闪 IG 泄妻密情侣私照全曝光。小爷马顺便小女人今年八月初，因为韩国媒体大篇幅报道泫雅与师弟 Born 两人交往消息， Cube 娱乐首先出来扑火否认泫雅与 Born 的热恋消息，但隔日泫雅与 Born 却向传媒公开其实已交往两年了，引发了轩然大波。图网路，没几天后 ，Cube 娱乐就单方面宣布辞退泫雅。泫雅和 Born 也是看到新闻才知道自己被解约。事后公司态度还反反复复，一直未能收到公司正式解约，让他心情相当焦虑。忍无可忍之下，才写了这封亲笔信，要求 Cube 娱乐在10月15日前给答案。信里开头便写道：您应该知道，我除了拼尽全力活动，让 Cube 有今天的地位，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的罪，也让许多粉丝相当心疼。而就在这几天，Cube 正式宣布与泫雅终止合约。昨天网上也流出了泫雅在离开公司前所写给公司的最后通牒亲笔手写信。图微博，泫雅亲笔信内容写道：我不知道我犯了多大的罪行，但自九月初以来，我的所有日程都被取消了，每天都是对我的折磨。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一直难以等待，我要求在15日之前做出答复。然后，我希望合同能够前进，绅士的取消。如果到那时我没有得到回应，我将根据迄今为止发生的事实召开记者会。图微博，他坦言不是自愿离开公司的，但也希望能尽快取消与 Cube 的合约，并要求 Cube 娱乐在10月15日之前要给他答复。只希望经纪公司念在旧情，希望您可以进行美好的、妥善的解决。参考来源。